一月十四日是韩国人气男团 EXO 成员 K a 的二十五岁生日。生日前一晚，K a 就透过社交账号进行直播，和粉丝互动，并提前庆祝生辰。 K 除了唱生日歌祝贺自己生日快乐之外，还给粉丝们展示小熊事物。他表示，其实并不觉得生日很重要。出道前还有自己是在冬天出生的，学生时期也一直是放假，所以没有这样的记忆，只是觉得是出生的日子而已。托了大家的福，才知道有这么多人爱着自己。看着偶像的直播，大批迷妹也疯狂留言并送上祝福。 K 之后还获 XO 队友灿烈及 DO 一起庆生，灿烈在个人社交账号中上传了三人庆生时的合照，而队长苏侯也上传了和 K 的合照，祝贺他生日快乐。至于 K 的女友 BLACKPINK 成员 j e n n y 1十四日就在泰国举行演唱会，不知道回国之后他会不会和 K 一起庆祝呢？毕竟这是两人交往之后男方的第一个生日嘛。 另外，Jennie 去年有份演出 SBS 综艺节目《美秋里八到一千》，节目将拍摄第二季，但一月十四日就有报道指 Jennie 不会继续拍第二季，令外界推测与公开恋情有关。对此，节目组的导演表示，YG 事务所之前答应 Jennie 可以继续演出，但后来因为 Blackpink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日程，导致 Jennie 难以继续拍摄，令粉丝们觉得非常可惜。 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